3月20日上午，由盐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盐城市城市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亭湖区人民政府主办，大洋湾景区盐城市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花开盐城旅游季暨2021大洋湾国际樱花月正式启动。3、2、1，启动。伴随着欢快的开场歌舞《春暖花开》，心情变好了。2021大洋湾国际樱花月活动推荐：轻时尚文化旅游书，一场风花雪月的盐城首秀。我们掌声祝贺！谢谢。大洋湾景区荣获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揭牌。揭牌。美丽新盐城，魅力新城头，全国摄影大展合作签约。谢谢，同样是非常值得纪念。非常以花为媒，因爱而来，与日本、韩国、上海互动连线等一系列环节一一精彩上演。울산시와연성시가국제방역에끊임없는협력으로양도시의시민들의마음속에大洋湾国际樱花月隆重开幕之际，我在上海宝山。对活动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花开盐城旅游季将从3月20日持续到5月20日，以适宜盐城探秘之旅、花开盐城赏花之旅、舌尖盐城美食之旅等三大主题为特色，邀您一起赏缤纷花卉、享舌尖美食、观真情飞鸟、住特色民宿。相信伴随着盐城高铁站的开通运营，以及对自身文旅产品的不懈努力打磨，盐城必能为构建一个立体化的长三角旅游网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